首先呢，我们将来邀请我们的陈副市长来为我们致辞。我们邀请陈副市长，欢迎。那如果是说从求学的时候啊，就有慢慢的接触，以后啊，因为生活上的需要，不同专业、不同领域各把这个知识能够让这个科技数，我们是说类似机器人好了，让它能够自己学习、自己长大那这样呢，对某种的这个对他们未来的这个教育、未来的生活是帮助很大的但是你看我们新北有这么多的学校，所以就需要透过我们在座的各个大学的这个教授们来帮忙来训练我们高职的这个老师，那再有这些老师带领学生，然后也训练我们国中、国小的这些老师然后这个都是从我们智泰科技这边引下来的那这个对我们新北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教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前的一步。那我们有以前的这样的经验现在在这个智能科技的时候我们能够起步跟我们的业界一起和厂官协一起来合作，我想这个是对不仅仅是新北的对整个国家来讲也是相当重要。接着我们将邀请我们智泰科技的许志清董事长来为我们致辞，董长请。我们全力推动，希望让每一个人都会用 AI 马桶，这是我们公司发展的理念。但 AI 用了很多它的成果，它自己不会用但是如果你不会用 AI model， 你就没办法进入那个思维时代的分身的自己。所以我希望在真实世界，大家能把自己的经验跟知识数位化，那最有效的工具就用 AI。而 AI， 我们开发这个软体是不用学任何程式语言，也不要数据库，谁都可以用但是每个用的当然程度会不一样，科系会不一样。好，我们希望都大家努力把大家的 AI model 建出来，我们把它效益化，这是我们全力在推动的。接着邀请的是台湾科技大学严嘉玉校长致辞，校长请，掌声欢迎校长。我们科技大学觉得，特别是台湾，我们有这个义务，让台湾的整个社会对技职体系的这个教学，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个家长们的感觉。我们希望是让家长知道，第一个，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一个程度，我们的技职的教育已经不再是像以前只是在做这个砌砖只是在做这个焊电路我们现在事实上整个科技领域的发展已经到了程度，技职的教育教学生的事实上是已经含了现在所有的最新的技术。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徐董事长跟大家介绍，我们有原来的庄董事长，有汉讯的陈董事长，他们都是我们的校友，他们都是在新北的主要的企业，大家可能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两家公司，大家就会知道，他们也帮助我们来一起来看今天这次的活动，就是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活动对于整个技术教育的重要。接着我们将邀请我们的陈副市长及我们的智泰科技徐董事长高前方来进行我们的捐赠仪式，董事长请。透过智泰科技产官学的合作，提供新北国中及高中职学生 AI 的课程，深耕科技的教育。现在就有请智泰科技董事长亲自捐赠2500套 AI 模型训练软体，并由陈副市长代表受证，请捐赠。谢谢智泰科技。好，接着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副市长、董事长及我们的四位学生来一起做合影。好，来，我们来看向前方。科长，等等啊，我们要让你来体验一下这套软体厉害的地方哦。那这套软体呢，是由我们智泰科技这边所来研发的。它利用很简易的一个操作界面，让没有学习过程式语言或是 AI 的系统软体的人，他都可以很上。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泰山高中的三位同学带着我们的陈副市长一起来互动体验这次结合智泰科技所捐赠的 AI 模型训练软体，将时间交给学生。副市长好，
我们是泰山高中电子科。副市长好，我是泰山高中电子科游俊翔。我们今天要来介绍 BeastLab 这款软体，这是一款能够训练 AI 模型，并让它辨识不同物件的软体。我们今天要辨识的主题是水果。首先，训练的第一步，我们要先进行标记，标记不同的图片，可以让 AI 模型认识各种水果。我们事前准备了10种水果的图片，要来进行标记，每种水果都有它对应的特征。AI 模型也就是利用这些特征来辨识这些照片的不同，像是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橘子，那我们就要把它标记成橘子。这边我们可以看到10种水果的名称，那我们就按一下这个橘子。这边就有外框，它这个外框框的就是橘子对应的颜色，就代表有标记成功，把这张图片标记成橘子。那我们可以请副市长到这边来帮我们标记一张图片。一张是还没有外框的，所以我们可以请副市长帮我们标记一张图片。先点开这张图片。就是把它。天哪！然后这边有。这样子就标记成功了。好，我们这样子就全部都标记成功了。那全部都标记完成之后，下一步就是进行训练。副市长，我是泰山高中电子科的陈博翰，我们现在要做训练的动作了。在训练之前，我们要先选择网络模型，这里有很多种网络模型，我们这次用预设的网络模型，然后再把刚刚标记完的图片汇进来这个网络模型做训练，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 AI 的模型档，然后就可以做辨识的动作。谢谢。副市长好，我是泰山高中电子科的黄宇胜。接下来我们要将刚刚训练完成的 AI 模型进行辨识。今天我们有准备一些水果，可以请副市长帮我放在这上面一下。可以挑一个，挑一个您最喜欢的水果。好，这里显示图片辨识结果为芭乐。哦，哇！那副市长可以再选一颗一下。不相信。图片辨识结果还是芭乐。跟刚刚的照片不一定是长得像这样，颜色了是吧？对呀，它是没有在修正，自己在 modify。可以换其他水果，会不会？哎，应该有香蕉啊。啊，把它放在一起看看香蕉。哈哈哈哈哈哈！大马屁的。哦，香蕉，香蕉吧。那你是只能辨识一个吗？再放在中间，图片辨识结果为香蕉。另外，它也可以辨识像平板上面的图片。那以后交女朋友的照片都是真的。图片辨识结果为葡萄。很好啊，这个是。图片辨识结果为西瓜。那你那10秒里面就有这些。对对对。谢谢尤其部长刘副部长刚通过这样的体验，你有没有觉得这套软体真的非常的厉害？是啊，非常的厉害啊。